我的韩国之旅开始啦！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现在正在要去弘大的路上，好热呀！现在已经到弘大了，然后我今天来弘大主要是要来买好看的书籍。不要觉得我好像挣了你的钱似的，其实没有，没有，我已经卖印度的包邮，海外包邮。这个裙子，还有买了耳环，虽然我现在没有耳洞，但是以后可以打。很可爱的设计壳，有一个这样的，有一个这样的，都很夸张，但是我很喜欢。然后这就是我今天买的东西。要是你给你这个裙子搭配一个耳环的话，你要选哪个？有小花的，或者一个小一点的吧。这个